我们拿到室内的话，在这个环境可控的前提下，针对一些出土就是脆弱质遗存，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保护处理，所以采取这么一个就有效的方式进行一个整体包装吧，拿到室内，我们就更能有效地一层一层地把它清理清楚。我们那个做这个箱体的翻转，90度、180度，就会进行一个各种形式的翻转嘛，更有效的来采取一些对出土遗存的信息啊，或者它这个遗存标本样品呢，能够最大量的来保存它有价值的这一些不同遗存。